帮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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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要不要一直有人嘲讽啊！把那 NPC 杀掉！哎，远程猎人，你们在门口放陷阱，给远程猎人放陷阱，帮忙打自己一下。我坦克，帮忙打自己一下，在门口放陷阱，有部落玩家可能会进来。部落玩家会进来，在门口放陷阱。听到的帮忙打钻。爆发！应该我干嘛去这么躲？门口放好陷阱吗？先杀玩家！所有的滴滴都先杀玩家，滴滴要先杀玩家，先杀玩家。远程在门口放 A O E， 法师就放暴风雪，鬼不拉几在门口放。先杀玩家。啊，最后一刀。先杀玩家。法师准备开门吗？OK， 开门。来。开门了，在王座那边。快点。进来。快回王座那边。他们应该会打完了吧？哪里？那个部落在开网了吗？暴风城是不是？王还有多少？
哇，还有几发，有谁可以看得到？哎呀，都没有回应。我靠，他们也太多了吧！他们在正门口。哇！先打圣骑士，那个血圣骑，血圣骑，往前推。OK， 法师，法师，来往前，往前，全部往前，门口往前。先打他们的补，先打他们的补，他们打他们的圣骑，那个我。来 DH 来牧师，两个字牧师，咒你牧师，来法师点掉，来牧师点掉，牧师，来小德打他们小德，来牧师打他们牧师，很好，来法师点掉，他们灭了，来打他们坦克，打他们的坦克。战士他们打他们坦克没关系，用 A 的好不好？那个补给力一点。OK， 来小德。OK， 漂亮。来他们的牧师小城。晕倒者哦。哎，王嘞？王坐在那边干嘛？他不帮忙打仗。晕了。打这个道子打不死。哎，守城了。守了。那个墓地在那个在艾尔文森林那个东谷伐木场，艾尔文森林的东谷伐木场那边有一个墓地。哎 ，Hello， 听到我声音吗？啊，墓地已经在那边了，是吗？不是艾尔文森林那边啊。印象怎么好像是那边？在那个啦，艾文森林的东谷伐木场。加摩尔会保护大家的。